Hello 466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要来玩一张地图，是小夫制作的 Who Am I？ 对，我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一个废物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玩这张地图。那这张地图呢，有很多 YouTuber， 可惜没有我。为什么没有我？我嘞？哎，下一段有我吗？没有我。这里没有，没有我，没有我。哼，讨厌，难过。好，那。对，那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们的小夫啦，就是作者。Hello， 嗨，好，那，这要怎么玩？我来看一下呢。对，他的，哦，赞哦。然后他的，哦 ，Hello， 嗨，嗨，各位好。你想看作者的话跟规则是吧？等一下哦，我就找。忘记吧吧吧，等一下，有了，先给你作者的话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作者的话。嗨嗨，我是小夫，小夫，小夫 ，P A A K Park。这张地图是我第三张地图，应该算是悬疑解谜。地图名称 Who Am I？ 我是谁？这是一张互动式地图。感谢游玩本地图，不客气。你要把我的头放在上面吗？不要吗？要吗？好吧，你又给我一本书，赞哦。基本上就是一般规则，视野距离八度人游，我没有朋友了。然后有三种结局，一个彩蛋，抱着玩的心态一上，耶、我抱着玩的心态，我一直都抱着玩的心态，就算下礼拜要期末考，呵呵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开始？有实况记得通知我。好，我通知你。哦，你不见了，我要怎么通知你啊？该死，好，好，拜拜，他不见了啦。Go， Who am I？ 我是谁呢？哇 ，Oh my god！ 二一，做了什么？哦，大牌牌，点啊！我掉下来了，不要啊、哦！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有一个橘色的床，还有一个衣柜，我要来，哎，不要，给我，赞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出来，嘿，展示的相框和右键点击，我点了，先出去看看有没有线索，哦，好，好吧，那这种爸妈的房间，我们要点爸妈的房间。这牌子上写着爸妈的卧室，为什么？我有点想不起我爸妈的样子，为什么啊？你好诡异、哦、先进去看看可以找到什么。有一张纸，便条纸，是丝绸之处的，居然有张纸条。那我打不开纸条，好吧。哦，爸妈的妆好赞哦，钻石装哎，我可以偷爸爸妈妈的衣服吗？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为什么我是作者？是作者。然后我猜这是爸爸，爸爸借我穿你的鞋子。好，汉堡该吃吗？为什么我家会有监视器啊？这什么诡异的东西？等一下，我里面探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找到，是哪里啊？厕所。我能进去爸爸妈妈的厕所吗？我要冲掉我自己，居然可以冲！哇，好帅啊！浴室，哦，泡温泉，一边泡澡一边观看窗外明亮的风景，就是爽，耶！其实外面我没有邻居耶，而且我外面有字耶，然后。对，
我没有邻居，搞什么啊？然后耶、yeah ，哦哦哦，下，哦，我可以洗澡，我在洗澡哎、欸。噜啦啦，噜啦啦，噜啦噜啦嘞，噜噜噜啦嘞，这温度刚刚好，耶、yeah ！可以这样放，你们家真的不会烧起来吗？好恐怖啊！哎、欸，是我们家，好吧。哦，那是什么？我可以出去吗？为什么不能出去？让我出去！我出去，哦，我出不去。我们来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食物。冰箱内有食物，可我现在不会饿。哦，金苹果耶，阿姆阿姆阿姆，好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啊？我都探过啦。这是哪里？干嘛？会有房间？我房间有箱子。哦，什么？四条绳子看起来很坚固，先带在身上。好，我家房间有个绳子。书柜上的内容我记得，可是我都没有看，但我却没有看过的印象。啥？我是什么失忆啊、哦，老头啊、哦？似乎可以丢物品进去。对耶，你好聪明啊、哦，小夫。你卡住了。我要丢什么？马铃，南瓜派好了。哈。我怎么丢？哈，它就会卡在门上啊！哈，过去！哈，哎，开了，赞哦！好，有一个大门的钥匙，叮铃，我出来喽！终于出来了，先到书馆查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只能30公里哦。嗯，我超过30公里吗？好，我要去粉末林玛。芝麻开门哦，它真的会开。现在第二杯咖啡免费咖啡嘞。哦，能量水。你看，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教，看到在奇怪的冰箱上会冒烟的东西，一定要喝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他们写什么？哦，喝了之后感觉有活力，好恐怖、哦、！Hello， 你是谁？香喷喷的面包刚出炉哦。哦，面包哎，我可以吃吗？那为什么会有好多头在这里？哎呀，哎呀，这面包店。哦，那个车钥匙。面包忘在车上，你有空吧，帮我去拿一下吧。好啊，车钥匙在墙上，自己拿。东西拿回来时，放在箱子里就可以。快去，快回。好，你的车嘞？管他的，反正有钥匙就进来吧。好啦，哦，面包，我不能自己吃掉吗？我可以给他别的东西吗？嗯，我算看看，看起来数量正确。然后，我要你的小麦干嘛啦？给我啊！啥的？他给我了什么？面条子，对对对。没有啊，你给我了什么 ？Hello。哦，不要你的小麦了，我要你的小麦干嘛？不对，它上面有写字，看一下，剩的小麦。不知道用剩的小麦可不可以做什么？我这边没有你可以吃的，抱歉。那我要吃你的小麦吗？嗨 ，Hello， 抱歉，要等我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装不出水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要怎么帮你？那你要给我吗？我先把一些东东放上去。给我你的水瓶 ，Hello， 我要帮你装水啊。可是你要给我水瓶，我才能啊。而且为什么你的这里又有一颗头啊？很恐怖哎。护士姐姐，
护士姐姐，你们记得那部影片？好，然后这个是护士姐姐，耶，护士姐姐，耶，护士姐姐，怎么了？请问要买什么？最近感冒药的材料不太够，真是哦，沙子和小麦，投入哪里？投入哪里？投入热水中搅拌。你有热水吗？嗨，你是谁？哦，好冷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件衣物穿？我不要给你我的衣服啊。好啦，给你啦，我长那么帅，你看皮包骨瘦巴巴，我好像着凉感冒了，我就给你穿衣服嘛。哦，你要感冒药，好啦，等我一下，我们要等一下，你用公园的沙子，你给我，你用公园的沙子做感冒药。我不要感冒了。这是什么？沙子的铁桶。啊，我不是要拿沙子吗？这可以玩吗？为什么你的滑梯下面有头啦？不玩。然后咻！真的会，真的好快啊！动作说明：左手带绳子，再将右手的好，这样。丢下去。哦，我有水了。没想到捞个井水也是那么累，有吗？哪有累？好，我有一个水桶。刚刚水桶要干嘛？水桶要谁要水？哦，那个啊，对他啦，他在捞水。嗨，我要怎么？我要怎样给你水？你消失了，吓死人！谢谢你，不过我这边没有你可以喝的东西，抱歉。不过我有个东西可以给你。哦，你在这哦，吓死了。不过我这里路边捡到 ，OK， 好，给我啊。好好，你又消失了，你好恐怖哦，你会瞬移耶。哦，好了，有了沙子要用在哪里呢？用在刚那个啊，感冒药啊，拜托，谁感冒药不是用公园的沙子做的、啊？热水看起来很烫，好，应该是这样，有吗？不对啊，而且为什么我刚看到火？我着火了。对，我确定这很烫了，那为什么不能做感冒药？我看起来刚怎样？沙子热水中搅拌。对啊，沙子和小麦啊。肚子好饿，好想吃水煮鸡。这小女孩看起来好可怜。你给我什么？你家好废哦，我的妈呀！现在冷冻机，由于放冷冻太硬了，无法食用。那我应该要去烤鸡。耶，水煮鸡。咪咪给你。咪咪，给你。咪咪不拿我的鸡，咪咪拿我的鸡好不好？给你哦，放右键，谢谢你，我在路边捡到这个哦，不知道可以干嘛，钻石，然后你说你不知道可以干嘛，你疯了，就好给我，古老的硬币，这是成就，哇。那我要硬币干嘛？我要硬币干嘛？给你，然后我的沙子我也可以给你吗？不对啊，你不拿。你的感冒药嘞？热水嘞？我要怎么做你的感冒药啊？你看我拿到了硬币要干嘛？这是成就吗？从硬币传来，这应该是成就。然后我想想，他感冒了，然后他感冒药，我有小麦还有沙子啦。这是热水嘞。好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来两水，好。然后我应该离开。
好痛！怎么了？怎么一片漆黑？刚刚似乎听见了，怎么实验结果不完全？什么报废？我什么都不明白。可恶！难道是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普通结局。哦，我们今天达成了普通的结局。最后的神话。首先，感谢你游玩本地图，不知道你的游玩体验如何。如果有发生任何 bug， 也麻烦到官方通知我一声。我觉得你还不错哦，拜拜吧，赞赞，你跟我讲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我有拍成影片，我有拍成影片。嘿、hey, ，作者，我有拍成影片哦。然后这里是什么？怎么都没有。成就墙。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那么鸟。好吧，那这是什么？太简单了，搜索。好难，地图呢？好难哦。我才普通结局呢，我才不是普通的油桶哎，怎么是普通？然后目前还好吧，因为我才普通结局。那这是什么？这里应该有点什么？嗯，是不是没走？啊，我没找到。啊，我好鸟。好吧，那如果想要看我玩，不好意思，作者，我要把你的头摘掉。好，如果想要看我玩，就是看我玩更多结局，就在下面点个喜欢。然后如果不喜欢这影片，就改一下你的喜好。然后就这样吧，作者，我可以有我的头在墙壁上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Drop it for me